这种区域都是漏水的就痕迹，它的水路，然后就变成造成这样子，像这种黄黄的地方。漏水发霉不退押金，房东反控南大生欠电费。又见租屋纠纷，新竹升大四的胡姓学生，去年七月和同学在新竹教育大学附近租了两间套房，没想到下大雨这边就很漏，然后地板都淹水，然后我有照那个我的那个鞋子发霉，就是我房间如果像是下大雨或是怎么样，然后都会有出现这样的东西，然后我要去反复的重刷。房屋漏水之后，清洗之后，这个床就全部变成这样子，全部都发霉了。对，全部都发霉。他说这些漏水情形，房东一开始完全没提，而且事后还偷偷粉刷掩饰，好租给下个房客。没想到当他好不容易撑完一年要退租，房东却以他没缴清电费为由拒绝退还押金。你说你不想吵，你说什么？把你押金要退给我，这样子。苹果事后询问邱姓房东，对方坚决否认指控，也不排除走法律途径。我觉得他片面的说辞了，因为我们收人家钱一定有收据，你总该要拿出证据出来，想要扯的大概好像我们一样。九八中心新竹报道。